时间会淬炼一切，点头之交太过短暂易逝，一生挚友更显得珍贵难寻。然而友情就像不断反复的循环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失恋，所有分离都只为了再相聚，走过无数岁月，直到留下最好。苏格登坚持长时间蒸馏，反复淬炼，直取精华，以时间难萃最好。苏格登。